真的厉害，对 ，Zombs Horoscope Volume Two。又是什么好东西？现在起风试卷带，分发试卷，开始答题。让朕看看这次有些什么题：星座题、连线题，最后是星座孤卡砖。看来这次是星座题拿捏了。写上朕的名字，还有暖暖号。这次的个签是，曾经我也是靠脸吃饭的，后来差点饿死了。果然，美貌和智慧不能兼得。根据图片写出对应的星座和月份。这是双子座，月份是5月21日到6月21日。摩羯座，月份是12月22日到1月19日。这个羊角很明显是白羊座，月份是3月21日到4月19日。最后是双鱼座，月份是2月19日到3月20日。连一连星座：私下特点，自由水瓶，风象温柔双鱼，水象热情白羊，火象稳重金牛，土象好奇双子，风象细心巨蟹，水象自信狮子，火象勤奋处女座，土象优雅天秤，风象果断天蝎，水象乐观射手，火象率真摩羯，土象火象热情，土象踏实，风象灵活，水象感性。星座孤卡砖要求搭配美观，内容丰富。这次的素材包也有卡砖和花边胶带。人物阵还是在评论区周六的粉丝头像。开抽开抽，狮子座、处女座、天秤座，第四个、第五个、第六个，先把头像打印出来，裁剪备用。封上花边，直接开工。这次给宝子们用的都是新入手的泡泡贴纸。老规矩，拜托你一定要答应我，看到视频最后给我最后的成品打分，60分及格，80分优秀，100分超级无敌好看。真的很希望宝子们都给朕100分，朕已经开始期待成品了。看到朕儿了的宝子，你一定是真爱粉吧？扣一让我看看有多少是贝贝的真爱粉。修剪一下，放上粉丝头像。家人们，这也太好看了吧。本场考试结束，请考生停止答题。